100分，分数最高的参赛者将成为冠军。如果参赛者对分数不满意，在计分后可以选择一位评判表演特殊才艺进行求分。OK， 马上请出我们第一位参赛者。这位参赛者不得了了，他长得像一名歌手。谁呀？我怎么知道？看照片就知道。我们一起来看看。哇，这一集一来就周杰伦了、啊、好大牌哎！真的，人家是周董哎，对不对？ Yeah, 开玩笑，长得像周董，这赚死了。对呀、啊，你看他长那个样子，有一点屌屌的，但是问题就是人家赚多钱了、啊， yeah. 有才华，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参赛者的照片。哎呀，哎，这么大胆，敢来参加？好，啊，好像。好像差很远呐、啊！不会，我觉得他发型比较像林宇中，会不会？不过我觉得比较像他，怎么像周杰伦？下巴比较像你。哎，对，真的吗？啊！哎，我们来看这个周董跟这个参赛者两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比一看。哎，这好像又拉近距离。对对对对，两个人放在一起就有点像。哎，真人可能更像。那我们马上请出真人出来好不好？来 ，OK， 欢迎我们第一位参赛者，他的名字叫做刘丁卫，今年。20岁，掌声欢迎他。哇，是我们的摄影棚冷气很大吗？怎么说成这个样子、啊、还是你得了严重的风寒？没有没有没有，很冷。好，来来来来，请问你今年20岁嘛，应该是还是学生对不对？好，没错。好 ，OK， 讲话大声一点，讲话大声一点。老师吗？他就在开始模仿周杰伦。哎，不用那么早了。对啊，现在不要模仿啊。哎，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他真人是不是长得像周杰伦啊。如果他长得不像，你们就那些拍掌的全部丢过来，好不好？不过丢之前，先让我跟建斌知道一下哈。好，请准备，一、二、三。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还真的有一点这个周杰伦的那种神韵。神韵。哎哎，没有，我的手没在塑料线里面哦。Meriahkan dunia anda dengan pembalut coklat dalam peraduan dunia collage dan menangi hadiah hebat. Layari coklat.com.my. Faber Castell brings you deal or no deal. Can you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when there's big money at stake? It's you who decides to deal or not. Don't miss the excitement in Deal or No Deal. Every Saturday at 8:30 p.m. only on MTV7. Faber-Castell True Gel with water-resistant ink and needle point for smooth and precision writing. Now also available in roller point. Faber-Castell, your companion for life. 请准备，一、二、三，请打开。哎，喂，哎，这样谁都像周杰伦啊，郑盈盈都像周杰伦啊，真是。哎，我们这样看一下，看一下，来来来，好，来来来，特写特写特写镜头看一下，哎，特写镜头，你这样都不像，像鬼了啊，就来低头一点，哎，有像哦，灌篮高手样啊，这边有点像，对不对？啊，像不像？像不像？哎，安迪像不像？就是看不清楚才像，看清楚就不像了。哎，你们认识周杰伦吗？知道吗？哈、yeah. ，像不像？帽子没有脱下来，帽子要脱下来，拉低一点，拉低一点，拉低一点，可以吗？哎、啊、哎、啊，你是看有无够啊啊啊啊，像嘛哈、哦、？OK，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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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放豆凳啊，三弟不吹头。OK， 来，有谁说你长得像周杰伦？有谁吗？对，谁？哦，人，人，除了人之外，有什么动物说你长得像周杰伦？我跟动物不是很熟。是哦，你跟人比较熟，对不对？哦、对，没错。啊、哦，是人都说你长得像周杰伦。哦，是很熟。然后你听了之后，同学吧，同学。同学啊、哦，那你听的时候开心吗？一开始还蛮排斥的。那你这样没有礼貌，就一直指。周杰伦也是这样吗？一只手起来。哦，不懂，我是周杰伦啊。我没啊，你是周杰伦、啊哦啊啊。哇，那从小六开始就有人误认你是周杰伦。哦，对，没错。那你是在什么学校？盲人学校还是？啊，弱智智障学校。智障学校。
他自己讲，我没有讲，他自己讲，是这样开玩笑的啦。哦，对对，所以同那时候小六，哦，对，没错，小六，你今年二十岁，小六是十二岁嘛？对，十二岁。哇，周杰伦有出道十八年呐、啊，有，原来周杰伦也这么老啊，也都八年了、啊。对对，林宇中在歌坛多久了？三年，哎，新人，还可以捷足苹果奖哈、哦，新人 ，OK， 那人长得像还不够，对，会不会唱周杰伦的歌？哦，还好，啊，还不错，还好，还不错 ，OK， 那今天有没有帮我们准备一下周杰伦的歌曲，让我们大开眼界？帮你们吗？当然是帮我们了、啊哦，因为我们请不到周杰伦嘛，我们就只好叫你来了，哦，好，对不对？哦、什么歌？安静，安静，安静，还唱什么歌？安静，唱安静啊！一起唱，一起静下来，就这样。哦，就叫人家安静。OK 了，好，我们就慢慢欣赏这首歌，好不好？来，掌声鼓励，鼓励一下，来。